Further action. Policies that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robust growth. If the U.S. isn't growing, that's not good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我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让投资者放心。To exit from the from these unusual policies when the time comes. 美国联储局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措施，即是以购买国债为主，向市场注入资金的宽松货币政策，原定在三月底正式结束。主席伯南克在年初的时候还在部署怎样退市，但是他期待的合适时机始终都没有出现。虽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指当地经济衰退已经在2009年年中结束，问题是踏入2010年头两季的经济增长再度放缓，更重要的是被联储局视为经济寒暑表的失业率经过首轮量化宽松后不单止没有大幅回落，四月还差点重上双位数字。 The recession dug us a hole of about 8 million jobs deep, and we continue to fight headwinds from volatile global markets. 相抵衰退的阴霾一直都挥之不去，即使奥巴马成功游说国会支持通过延长失业援助方案，不过中期选举失利，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令他日后推出任何积极财政政策都遇上了阻力，刺激经济变成了联储局的重任，在应不应该加码推出量化宽松的问题上，对伯南克来说似乎是无得选择。And we remain prepared to take further policy actions as needed to foster a return to full utilization of our nation's productive potential in a context of price stability. 伯南克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过了河的卒子，没有退路。面对国内外的指责，伯南克仍然力排众议，在11月初议息会议后公布落实第二轮量化宽松，即是 QE2。七个月内透过进一步在市场购入国债，再向市场注资6000亿美元，目的就是要压低长期利率，刺激经济。不过结果刚刚相反，在公布购债计划后，美国十年期的国债孳息在个多月内就上升了足足一厘，不惜一切启动印钞机，更加触发美元急跌，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汇价的美汇指数六月初的时候还在88楼上，但是短短五个月内就急跌至公布 QE2 后的77楼下，累计跌了1.5%。相反，日元汇价持续上升，日元成为资金避险对象，对美元汇价升上15年高位。不想日元高企，令到经济再一次经历迷失10年。日本政府在九月就动用接近20000亿日元，6年嚟首次入市干预汇价。為替相場の過度な変動を抑制するため、先ほど。為替介入を実施をいたしました。日本央行在十月亦都宣布，将量化宽松的规模扩大至350000亿日元，同时将利率进一步调低至0至0.1厘，零利率时代再次来临。发达国家央行同时推出量化宽松，制造潜在恶性通胀。触发资金疯狂追入股票等的高风险资产。美国道琼斯指数由七月初大约9600点急速反弹上11000点楼上，全年累计升超过10%。亚洲和新兴市场更加是热钱睇中的目标。印度、俄罗斯、南韩、新加坡、台湾还有巴西股市全部都重返2008年海啸前的水平。同样热炒的还有商品，以美元计价的现货金价一年升超过20%，
十二月初更加升穿$1,430一安士，创出历史新高。棉花的价格全年升幅更加大，同样是升至历史新高。If Ms. Catherwood, the world economy does not get better, I still won't own commodities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print money. 为免热钱涌入，触发恶性通胀，巴西和泰国分别向外资持有的资产和债券征税。南韩亦都表明会加入资本管制的行列，加息更加是在所难免。但是巴西央行年内就加息两厘，美国失去全球息口的主导权。但是对美国更重要的是要带动出口，为了要填补每年过$100,000,000,000的财赤黑洞，总统奥巴马在年初发表的国情之文就定下了目标，在五年内要将出口增加一倍。但是要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需要将矛头指向中国的人民币汇价。And we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go further, to 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make sure that companies that export to China, that operate in China, and that compete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mpeting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我们反对各国之间相互指责，甚至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一国的汇率升值。不过温家宝的言论引来美国国会极大的反响，130名国会议员随即联署公开信，促请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终于，人民银行在6月19日重新启动汇改，标志着金融海啸后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正式松绑，恢复同一篮子货币挂钩。金融海啸以来，现货人民币汇价一直在6.82至6.84水平窄幅上落。重启汇改后首个交易日，现货人民币汇价就再创05年汇改后的新高，对美元首次升穿6.8关口。这是半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就累计升了大约3%。虽然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未满意。如果按照美国议员的要求，中国的汇率要提高20%-40%，那么我们很多企业要倒闭。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Many are talking about the currency war, but it's true to say that many do consider their currency as a weapon. 奥巴马，美国总统。一场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一触即发。11月在南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更加成为了欧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角力的战场。欧盟和巴西就强烈批评，指美国向新兴国家输出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极不负责任。为期两日的峰会，与会的众多成员国最后未能够就汇率和贸易失衡的问题达成具体协议。正当全球关注货币战争之际，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恶化，成为金融市场的焦点。希腊就被指涉嫌虚报财务资料，以掩饰财赤高企的情况。当外界知道希腊政府财赤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竟然高达13%，震撼整个市场。不单止希腊出现债务危机，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即是俗称为欧洲五国的公共财政状况，同样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不少欧洲人甚至质疑是不是要继续使用欧元。 I miss the drachmas before. The euro give life, no give happy for all the people. Give me the euro, you broke all the life, all the people think, said think. 市场关注欧元区会不会解体，欧元汇价在5-6月期间不断下跌，
六月初更加跌至 1.1877 的四年几低位，全年累计跌了大约8%。面对债务危机不断扩散，五月欧盟同国基会宣布推出历来最大规模、总值7500亿欧元的稳定基金，协助财困成员国。当市场仲以为欧洲债务危机可以告一段落，爱尔兰又爆出事故，导火线正是国内的银行业，它同希腊一样，逃不过被拯救的命运。If we don't have this program, we would have to go back to the markets for funding, which, as you know, are at prohibitive rates. 拯救到财政，但系就拯救唔到主权评级。继惠誉同埋标准普尔后，穆迪亦都调低爱尔兰嘅评级，仲一次过调低五级，降至 BAA 一。政府被迫大刀阔斧削减开支，同埋大幅加税，激发大规模嘅反政府示威。欧盟领袖最终喺年底同意喺2013年成立永久危机管理机制。We decided on a limited treaty amendment required for member states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mechanism.To safeguar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Eurozone as a whole. 最后能不能够实现欧债问题是否就此解决，将会是未来几年的全球焦点。This is the new iPhone 4.